换骑45公里。换骑40公里。再给他翻一下。就是亲自搭乘来确保行车安全，也让乘客可以安心。在过去这个17天以来我们交通部跟台铁还有各界投入抢修的工作，那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能够如期的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间提早一天能够修复清水隧道，那加强周边的安全防护之后来通车，也算是善后工作到一个段落。那么在经过清水隧道的时候我也感受到行车非常的平稳，那看到周边的防护的设施也都有落实，那就是希望透过我亲自的搭乘来呢重建台铁在国人这个心中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一定要汲取教训，
彻底改革，那重新站起来。那虽然我要离开交通部，我还是会是一个志工，会从旁来关心跟协助台铁的改革跟进步。那我要特别感谢过去这十几天来投入抢修工作的同仁，也包括像这个土木技师工会还有结构技师、大地工程的这些相关的工会的协助进行安全的检测，提出改善事项。那在我们台铁同仁跟工程团队日以继夜的抢修，那补强整个隧道，还有落实周边的防护设施，终于可以在今天来顺利的通车。那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也是呢我上班最后一天，可以把善后工作到一个段落，交给新的交通部长，能够有新的更好的一个开始。心中的一块石头可以放下来。确实真的如释重负。那我也要感谢国人给我时间来进行善后。那也就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政务官，我要承担一切的责任。所以这样的一个负责任，除了辞职以外，也是要把善后来做好。那现在在抢救跟抢修的工作都告一个段落。一方面这个也举办了罹难者的公祭，那对后续的他们的权益保障跟照顾也都有了很具体的措施。另外一方面，这个事故之后的抢修跟抢通可以呢快速的完成，那这个让善后的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那我也可以比较放心的交棒给下一位交通部长。那确实这个过程当中要感谢很多人，真的发生这样的灾难，大家都有万分的不舍。那跟呢我们交通部同仁的很多的智者，但是也是要擦干眼泪那么重新站起来。那唯有更彻底的改革，那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我想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政务官我除了负政治的责任，也能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跟社会。有在这个修复通车的初期我们有减速就经过这个隧道是降到时速40公里。那我有看到周边的这个号志跟提醒的这些就是设施那除了减速之外，也加强周边的监控和告警能够让乘客安心的搭乘。部长刚刚说一次救护，未来当志工是要回台中到志工，我有讲过，就是对这次罹难者跟他们的家庭我会以志工的角色那持续的关怀一路陪伴那我也会配合交通部后续的这一些有关于权益保障跟关怀的一个这些规定在我的任内已经定了一个关怀员还有权益保障的小组我会以一个志工的方式来持续关怀跟陪伴。部长，那今天是
这个在完成了我最后一项任务哈，能够顺利的通车之后，那我也会待会搭乘台铁普悠马号回到交通部，还要感谢同仁啊有举办一个惜别会正式的跟交通部同仁告别，那就转换角色那这个是同仁啊的一个安排我想虽然时间很紧凑我就是待会脱下我交通部长的这一件外套跟同仁来执行。请问台铁局长这个人选有讨论出来了吗？这个人选会由新的交通部长来跟行政院这个核定之后来决定。好，谢谢，谢谢大家。